我是林超英，很多人都会留意到我经常会揸住望远镜来观察这个世界，观云、观树、观鸟，但其实我最喜欢都是观照香港，望清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可惜最漂亮的环境都望不得几耐。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就不要被这些这么宝贵的生物资源消失。绿色和平最好反一起令香港的大自然保持原貌，免于破坏。在我眼中，这个组织和其他环保 NGO 很不同，绿色和平甚至是不和平的，其他人呢相对乖仔，但绿色和平呢做真，他们叫 direct action 直接行动呢，就是他做那样东西就是很吸睛的，令大家突然间留意到那个议题的，他们就绝对不暴力，不过呢就会令到你觉得其实有没有犯法，但是就是有时就要靠这样样令到民间有一种醒觉。在最近我自己感觉最深的呢就是有关郊野公园，绿色和平呢就采取了一些他很有效的方法，譬如说找些同学仔唱一首歌，做了一个短片，在网上呢是触动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到最后呢就是促成有五六万人呢向这个专责小组表示了反对开发郊野公园的意见。那五万三千份反对信是他们搭石仔一份一份地拿回来的，这样才令到政府收回成命，阻挡了发展的巨轮。我相信只要市民的声音够响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理，掩耳盗铃。八年来我一直以真金白银支持绿色和平的工作，路遥知马力是要长时间才见到的效果的，因为我不想失去香港，我不想留一个烂摊子给下一代，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声嘶力竭。保护环境需要很多香港人的声音，我们一起发声，直到政府听到为止，好不好？